田旅长，方才在路上，孙亮已经把你的情况做了一些介绍，没想到这一路上真的不容易啊，跋山涉水、风餐露宿不说，还死里逃生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孙亮，你快去打盆水，让田旅长洗洗，再找几件衣服给田旅长换上。好的，主任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不要客气，田旅长快请坐，请坐啊，请坐。田旅长，你应该知道，中央军委规定，凡是进入边区的同志，都必须进行审查。方才我已经核实了你的证件，证件没有问题。下边请你将新四军第三师以及你们第八旅的情况，还有你路上的经过，给我讲一讲，好吧？好的。新四军第三师是1941年2月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的，师长兼政治委员王克成，参谋长邓雄，下辖第七旅、第八旅、第九旅。第七旅是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编成，旅长彭明志，政治委员朱迪新，下辖第五团、第六团、第七团。第八旅是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编成，旅长田瑶，就是我本人。政治委员王鹏顺，下辖第11团、12团、13团。第九旅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编成，旅长张爱平，政治委员林哲，下辖第31团、32团、33团。第七旅、第八旅活动于苏北淮海一带，第九旅活动于皖东一带。您看，我要不要再把我们第八旅的具体人员再给您说说？田旅长，这么说，你是7月中旬从华中出发，绕到山东，在胶州湾海面上遭遇日军，和你同行的三师参谋长邓雄同志，还有你的警务员，还有护送你的4位同志都全部牺牲了，你也是身负重伤，幸亏被海浪卷到岸上才得以逃生，是这样吧？是这样。当时我身上还有几块大洋，后来经过了黄海、冀中，最后到达晋西卫。在这一路上，你和地方党组织联系过没有？没有，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在参谋长邓雄身上，他这一牺牲也就无法联系了。田旅长，除了你现在具有的证件以外，你还应该持有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。是的，这个介绍信也在参谋长邓雄身上，也是在这次战役中丢失的。哦，对了，赶快把这件事向中央军委汇报，同时也可以查证一下我的身份。好吧，我马上电告中央军委。田旅长，你这一路真是太辛苦了，好好休息一会儿。好的，主任。田旅长，这是给您准备的衣服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停下。郝立军同志，这是我们的通行证。你们这是从哪里来？要去哪里？啊，我们从河北的张家口来，要到陕西的吴起去。
你们驼运这是什么货物啊？是一些布匹，还有一些老百姓日常用的东西。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啊，可以啊，请。这个能打开看看吗？啊，没问题。来，把这箱子打开。走吧，谢谢啊。赶快收拾收拾，绑上去。走吧。等一下。怎么，八路军同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还需要再检查？对，再检查。好，请。哎，我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这个呀，是我朋友啊托我带的一幅字画，你需要打开检查吗？啊，不用，不用了。行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来，起来起来，都走了，快点。放心了。还路过八路军检查站，你们的表现实在太差。我现在重申一句，这里不是国民党防区，是共产党的根据地。如果我们稍有不慎，我们就会全军覆没，而且会使大日本帝国军人名誉扫地。再把货物卸下来，重新整理装备，不允许再出一点纰漏。嗨，货物都卸下来，仔细检查，快点。嗨，大伙儿都给我忙活去了啊！
哎，你把这放这儿，摆稳了啊！放这儿，放这儿。辛苦了，放这儿。来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快来，快来，抽支吸烟，抽支吸烟，来，抽住，抽住，来，抽一支，抽一支，抽一支。我不会抽烟，首长。我知道你不会，可这是吸烟呀，来，抽一支，行，抽一支。老马，老马，老马同志。哎，刘部长，这个新娘子多久才能来呀？新娘子她来不了了。什么？新娘子来不了了？为什么？老马同志，你听我说，郑玉秀同志原来爱上周进，可周进并不爱他。周进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去找郑玉秀去了，郑玉秀改变了主意，要嫁给周进了。他娘的，敢跟老子抢媳妇，欺负老子是不是？弟兄们，走，给我抢媳妇去，走。哎，老马，老马，别这样。弟兄们，走，抢媳妇。老马，怎么样？换一身衣服真精神。哎呦，田局长，呀，现在这身打扮我都不敢认了。主任，这都得谢谢你。哦，还谢谢孙亮同志。谢我什么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你看这小同志。做了好事儿还不让表扬，这都是你主任教育有方啊。哎，不是教育有方，中央军委说了，我们兵站必须做到客人到了兵站要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田旅长，让你久等了，我已经把你的情况电告了中央军委，军委也给了回复，同意你去延安，并嘱咐我们兵站派人护送。主任，那就太谢谢你了，我今天能出发吗？你今天刚到，休息一宿，明天出发吧。哎呀，我这一路上啊，已经耽误太多的时间了，我怕再耽误，赶不上除夕党的会议。别再挽留了，还是让我今天走吧。是啊，是不能再耽误了。孙亮。到，你收拾一下，吃完中午饭，护送田旅长去延安。是，田旅长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现在还有一些事务要做，中午就不能陪你吃饭，也不能给你送行了。祝你平安顺利到达延安。好的，谢谢。多保重。好的。孙同志啊，到。这次就要辛苦你了。是，首长。快收拾去吧。好。完了，这事大了，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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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事大了。完了，首长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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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？哎呀，就那老干部带人抢金去了，抢郑玉秀同志去了。什么？那老干部带人去抢郑玉秀同志去了。你听谁说的？不是，就那老马带人去抢亲去了。我听一战士说的呀。你咋愣着干啥？你去看看去啊！俩人一会儿一拜天地，啥都晚了。处长，去看看吧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帽子吧。走。完了，嫂子没了，这就没了。你说这人咋就没了呢？老马，哎呀，老马，你看，郑玉秀同志，咋了？郑玉秀同志，你已经答应嫁给我了，就是我的媳妇了。你收拾收拾，现在就走。我是答应过你的，可是我是在自己跟自己赌气。再说了，我还没有嫁给你呀。答应了就是嫁给我了，现在洞房都布置好了，再过一会儿贺喜酒的人都到了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老马，千万别这样。我咋能不这样了？她是我的媳妇呀。老马，老马，要结婚了。是啊。老马，
你要结婚，通过组织了吗？当然通过了，不信你问问姚部长。那你到边区政府办理婚姻登记什么？可他答应了呀，亲口对我讲今天办婚事，难道这还不成吗？你没到边区政府办理婚姻登记手续，就等于是非法。哎，你这样强行的要娶人家，不大合适吧？你总该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啊。对对，老马，问问玉秀同意不同意。这玉秀同志，请你告诉我，你答应不答应嫁给我？我已经是他的人了。好啊，春凡，好你个酒精，抢我的媳妇，我都叫人告你去。哎，老马，老马，老马，酒精。周进啊，周进，你说，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我让你正正经经的找个老婆，你跟我这儿腻腻歪歪的说没想这事儿，好，可现在呢，居然去抢人家的媳妇儿。你跟我说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首长，你听我解释呀，这个事儿不像你听说的那样。我是想啊，这个郑玉秀可能是在跟我赌气呢。什么？他跟你置什么气？这个郑玉秀，他要嫁那个人，他根本就没见过面，而且那个年龄都能当他爹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这么糟蹋自己吧？是啊，首长，周处长这么做也是为了玉秀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郑玉秀，他这么仓促的要嫁人，还是那样一个人，我也是听了燕西说了才知道的。我在想啊，他肯定是在跟我置气呢。他对我，可能是，可能什么呀？这不明摆着吗？人家姑娘那是喜欢你。我说你平时那机灵劲儿都跑哪儿去了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去找他想问个究竟。结果他告诉我，就是因为跟我赌气才这么做的。事情原来是这么回事，要是这样的话，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周金呐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行了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。以后别人再说你抢人家媳妇儿，我也好解释了。老处长，其实我……你其实什么呀？你还不乐意呀？啊？你瞧你这样，啊？你这样还有人喜欢你，真是不容易。行了，老首长，你就别损我了。我知道你一直为我操心，这事儿我想好了。之前我一直没动这心思，现在人家郑玉秀既然这么喜欢我，又想嫁给我，我娶她。嗯，这就对了。出来好几天了，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哎，前面有一队马帮啊。哎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扮演成这个马帮，偷偷的混进延安啊？说的还真有道理，小李子，你不是说是不是日本人，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？去看看啊。
行，哎，小心点啊，我去看。哎，老乡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？啊，我们是马帮的八路军同志。那你们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就去前面的镇子那儿。啊，走吧。军，看他们的武器配备，应该是八路军的特务队，是不是咱们回过头去干掉他？别轻举妄动，留下暗号给顾月，让顾月军收拾他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哎，就你聪明，人家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。是中国人啊？不管什么人，我们都得提高警惕，啊，把眼睛都给我睁大点。是。鬼子从这儿过来，咱们应该从这儿顺着过来，在这儿伏击，打个伏击战。你看那营长，好啊。这谁弄的？就我想的呗。这是一个小部队，对，是吧？对。好，如果这边不够的话，还可以从进城调。出去！老林，军委刚刚送来的情报。说有敌人突破了我们的一个哨口，袭击了三营营部，营长和机关干部都牺牲了。从现场分析来看，应该是敌人的小股部队突击行动。什么样的小股部队有这么强的战斗力？日本人一直标榜他们有一支精锐部队，我想这次行动应该就是他们干的。特种部队？特种部队？对，特种部队。这支部队的装备非常精良，而且组成人员也非常干练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偷袭对方的首脑机关。周军啊，小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，而且不惜动用王牌精锐，情况非常紧急。你马上行动，把他们截杀在延安外围，不许放走一个。是。很多人啊，走。哎，处长，你要走了，你也不去跟玉秀说一声？有这必要吗？这还没结婚呢，就搞得婆婆妈妈。什么婆婆妈妈的？当然有必要了。你俩现在已经确立了关系，不像以前了。赶紧的，去跟他说一声啊。那要不这样吧，麻烦你跟他打个招呼啊。我，一起见。玉秀，玉秀，
袁喜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上前线，为啥不告诉我一声？还是李牧首长告诉我的？我这不正跟燕副处长说，让他给你带个话。那正好你来了，告个别吧。我要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你也多保重，我会在家耐耐心心等你回来。老吉，到了战场上再看。那我走了。安墩儿，啊，走吧。办事。情报没有？有。队长，附近有一支八路军的特务队，命令你们将其消灭。现在大家好好休息，晚上有特别行动。是。周进上了前线，家里就留下你一个人了，这担子比以前更重。是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掉以轻心。首长放心，我绝对会做好后方的安保工作的。坐吧。哎，行了，没人的时候别这么正规。来来来来，坐坐。燕西啊，你的能力我还是了解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现在的形势非常复杂，敌人很可能是明的暗的一起上。那个陈斌上次潜入延安就已经暴露了这个企图，所以我提醒你，非常时期一定要非常小心。知道了，请首长放心，我绝不会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的。嗯，好啊，燕西啊，今天来呢，
我是想跟你聊点私事。私事儿？什么私事啊，李叔叔？还有什么私事？当然是你的个人问题了。你还以为你是当年骑在我肩膀上满大街跑的那个小丫头啊？哎呀，我想想啊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应该是28了。李叔，就冲你叫我这声叔，你的事儿我就得管。那行，你看啊，周进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妈，十几岁就跟着我一起干了，枪林弹雨我是看着他长大，我拿他就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现在呢，他的问题解决了，我这心放下了一半，可剩下的那一半，那可就是你了啊。李叔，我你就甭替我操心了啊。你看你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想当年你爸爸去白区工作的时候嘱咐我，让我好好的照顾你，我要是做得不好，怎么对得起你牺牲的父亲？谢谢你，真的很谢谢你，李叔叔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闺女啊，告诉我，看上谁了？我给你做大媒。我，哎呀，我说李叔，你就甭跟我说这事儿了啊。哎呀，要想让我不操心也行啊，带个人来，让我看看。我倒是想带给你看，这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吗？我说你，李叔，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处理了。这个时候，朱金应该是发报通知消息的时候了。说实话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是挺担心的。我想知道他那边进展的到底顺利还是不顺利。行啊，还是工作要紧。等消灭了这股小鬼子，咱们俩接着聊，啊？是，首长。尚队长。哟。根据你们掌握的情报，以及我们掌握的材料，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日本人已经渡过了黄河，来到了我们眼皮子底下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们通报一下。据情报反映，日本人组成了一支特种部队。特种部队？没听说过。首长分析啊，昨天晚上偷越哨口，摸掉我们三营一连连部的那股敌人，很可能就是这支小股部队。处长，我看也是。这些年啊，武装偷越哨口，在咱们边区可从未发生过呀。就是啊，处长。哎，我看不如咱们直接打进小鬼子的心脏里去，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，怎么样？李大水，现在在谈咱咋解决这帮日本鬼子，不是跟孙悟空有啥关系啊？我觉得应该像诸葛亮一样，咱们出奇制胜。哎，李满屯，你多什么嘴啊？我这不跟处长提建议呢吗？你那叫建议啊？啊，那孙悟空叫建议啊？对，你的诸葛亮叫建议。你们两个闭嘴吧，说正事儿呢。打什么嘴架？老李，你接着说。处长，咱们在这一线地区已经转悠了两天了，光这样转也不是个办法。一来咱们到哪儿敌人知道得清清楚楚，二来呢，这样转也十分的危险的，因为敌人是在暗处，我们可是在明处啊，闹不好还会被敌人包了饺子。嗯，老李讲得非常好，我们在明处，敌人在暗处，搞不好我们会吃大亏的。
范队长。哟，这样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，互相依托，不给敌人可乘之机。是。席子，到。集合二支队，跟着楚章行动。是。特务队、二支队集合。我说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带着一支队。散会。是。卖画了，卖书啊。这本书多少钱？一毛钱。姑娘，过来给阿姨看小儿书包，小店新到的料子啊。这本书送给你。送给我？没事儿要多学习。哎，谢田旅长。大门过话。田旅长，这镇上有咱们八路军的办事处，咱们一会儿去那儿吃饭吗？能不麻烦人家就不麻烦人家。再说咱们还要着急赶路，随便找点地儿吃吧。行，我听你的。哎，两位八路军同志，想吃点什么？里边请啊，什么都有。我看这儿就请。行。你二位请。好。哎，两位招呼。二位八路军同志，请坐。二位吃点什么？来一份馒头，一份炒土豆丝儿。嗯，好嘞。这些部队是要上前线啊？八路军同志，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？昨天夜里有人袭击了哨口，还偷袭了八路军的一个营部。这肯定是龟孙子日本人干的，田旅长，你说是不是？如果这么看，应该是日本人干的。八路军同志，是不是要在这里打仗了？爷爷，爷爷，和谁打仗了？还有谁呀？跟日本鬼子。日本鬼子？日本鬼子吃人吗？日本鬼子坏着呢。不要害怕，这儿有八路军的留守部队，小日本过不了黄河。就是老板，您别害怕，有我们八路军在，日本鬼子休想打过黄河。嗯，对，有咱八路军在，小鬼子绝过不了黄河。走，给准备吃的。田旅长，你说这日本鬼子还真敢干，都打到我们后方来了，你说咱们是不是也派遣一支部队越过大洋，杀到日本东京去？哼，你这个气魄还挺大。等你当了指挥官，不妨可以试一试。田旅长，冲您这句话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干，争取当指挥官。哼，等革命胜利以后，我还要跟着您去祖国的大江南北好好看一看呢。是，等胜利以后，我也要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。哎，来吧，这一盘是送给二位的，等你们吃饱了喝好了，好为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去。谢谢你。来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晚这次行动是我们挺进八路军根据地的首次大行动，袭击的目标是八路军的一支特务队。据刚收到的情报，八路军这支特务队是刚从延安派来的，他们的任务是负责保卫共产党在延安的首脑机关。晋川队长命令我们务必将这支八路军的特务队消灭。是。出发。处长，处长，处长，好，上来，好，我坐下吧。忙你们的吧。是。
顺哥，哎，哎，枣儿吃吗？嗯，不吃。几个？都不信我呀！我跟你讲，我那两把大喝的枪掏出来，小鬼子见着这枪直接撒腿就跑了。